来来来，下酒下酒，买大酒的，买小酒请。六元过盘，快点发牌了。盘请啊！一，自己啊。磨磨机。攻。嗯。烂牌来了，真是。七点够用。七点有了吧？七点有什么用？双勾九，同杀。哎呀，同杀啊！不好意思，你是不是还有一个牌呢？掉在地上了，不捡了。怎么不捡了？不输了啦，还有心情捡？那么倒霉，万一等一下我六加二呢？你不是九点就是三公，把把赢了不行，我要过牌等一下。快点，我要洗一下牌，别急。哎呀，急什么急？哪里啊？我也要过一下，真的是。随便过。我就不信了，我几万啊！我也输了。行了，啊！这样再怎么也出不了老千，我跟你说。谁会出老千？我都没见过有人会出老千。一自己啊，这把应该能赢了，过牌了。对，快有八点了，喂，三点，快九点，哎，勾勾那么高，估计他开不出来了。哎呀，双勾九，哎呀，九点都中了，哎呀，八点都没有，九点真的是，用九点都不说话，来，我点数也不小啊。拿五万是吧？哎，我就不信了。我这个有利息的吗？我先跟你说好啊。你快点行不行啊？利息就是赶紧的，不要啰嗦。五万。等一下还你，要不要利息？等一下还就少一点利息。那就是了，等一下我赢了马上还你。哎，唧唧歪歪真的是，我就不信。来，上去，上去。我要过牌，还要过牌啊？要过啊，不过等一下你要出老千了，怎么办？整天过牌干什么呢？你要不要过？动一下，动一下就行。五，自己。我现在九点也不。老是这种点数，我一点呐、啊。真的是搞笑啊！哎呀，八点投杀！哎呀，八把那是你赢啊！不是九点就八点就三公，你出老千了你！谁会出老千？出老千，我不会去澳门的，是不是？我有点怀疑他。最后一把。最后一把了。我输了多少给你啦？真的是。快点啊，我的下大洋呢，自己啊，输了钱心情又不好，不要发错，发好一点牌给我，攻，这把九点肯定有了，六点够用了没有？九点有什么用？那难道你有三公出？双公九，有双公九，哎呀，投啥？不出了。天天都输了，我都输了好几万了、啊，真的是。你们玩吧，赶紧玩给你。拿啥玩？赶紧玩！哎呀，要不这样吧，晚上请你吃夜宵。你想什么你？捡一千那个数。捡什么一千？一千啊！你缺你一千吗？真的是。走。有你好看。你怎么意思啊？什么时候玩？过两天。过两天我去到你家。真的是。发财了！开门！开门啊！哎呀，开门了！走！哎呀，出来！你跑得这样吗？出来！哎呀，出来！我现在没钱还你！没钱就行了，你先出来！什么消费？说好了过两天，钱呢？现在还没有啊，我家里面都没钱了，能赌的我全拿去赌了。鸡啊鸭啊猪啊，有没有羊有？
没有，我自己在家养什么？那你说怎么办？哎呀，就5万块钱，那么激动干嘛？5万块，快点还你！我跟你说啊，从今天开始算利息，8分息1天，5万块，5万4000块1天。不是4000块1天，我借的时候你怎么没说要那么高利息、啊？那你现在还不起，我现在说利息很值吗？啊？那你也可以现在还给我啊。我现在还没有钱。我们不能空手来啊，我看一下有什么值钱的。我都说了，我家家徒四壁啊，能赌的我全拿去赌了。这个洗衣机。这个洗衣机。这个洗衣机。还有这个摩托球算利息。这个摩托车不能拉我的。怎么不能拉？我上个月才买的。你说不能拉就不能拉。来，你老妹我拉那个摩托车走。再过5天再过来，如果不行啊，有鸟看。你把车拉走了，我以后我去进账，我急什么？我不管。哎呀，我10000多买了，真的是，哎呀！出来，大懒，出来呀！哎呀，看我家的房干嘛？啊，我家的没钱，我家的没钱。出来，出来，出来！哎呀，我没钱，赶紧出来呀！不是说5天后吗？今天时间到了。我那些亲戚他都不借钱给我。哎呀，不借钱那你就想办法啊。哎呦，老板你看这样行不行？我去广东打工慢慢还你，一个月还几千块。利息每天的4000，你打工一个月4000，你能还得清吗？啊，怎么那么多利息啊？你不是拉我那个车当利息了吗？是当那2天的利息。你说怎么办了？没钱，没钱，我帮你安排工作。安排去哪里工资？哎呀，你不用管。嘿，你好，哎呀，黄妈咪呀、啊！哎呀，黄龙啊！不要这样，慢点。我们现在我们这边啊有一个美女，我准备安排去你那里上班。啊、哎，我要跑哦。好漂亮的哦，长得很丰满的吧？哦吼，是新的啊，还没有女朋友，还没有男朋友的那种，应该有1000-2000一天了。哎呀，那太好了，正好啊，我要对我那个树啊，他欠我1点钱。啊啊，行行行，那个公司啊，一定要打到我的账上啊，不要给钱的啊，要压住他身份证啊，手机什么的压住，不要让他跑了啊。啊、哦，到时候，等他还清我那个债，不用动了，老师、哦。嗯，还是老地方是吧？好，我马上带过去。哎，老板啊，你不要这样子啊！我明天还你，明天我赚钱还你，我去借钱。赌鬼的话不能信啦、啊，你跟我去上班啊。哎